三百英雄要开新服进击巨人，今天我们宿舍开会的目的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次国庆呢我们就开黑到底，没钱旅什么游，没钱谈什么恋爱。哈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啊，嘿，我们还可以一块在宿舍恰恰恰。社长不要这样嘛，我们还是想找个妹子谈恋爱什么的，我们可不想大学四年只对得起自己的宿舍费。哇靠，没钱谈什么恋爱啊，你跟女朋友相约在豆腐脑摊前，推倒在三轮板车上，这像什么话？哼，唧唧歪歪的娘们一样，呸。婉秀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不走啊，工商局人来网吧检查了，我们又没有身份证。要走你走啊，我再打两局。今天玩不了，明天新区再来啊。我操，背景音乐能不能不要这么凄凉啊？你嘴上说不完，还不是你拉我过来的。工商局来人又怎样，我老爸到了。赶紧滚，你老妈到了都没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老师啊，今天三百英雄开变形新服进击巨人，我想早点下课回家。你上周考试才考了三分，你先告诉我三分能干什么？抢地主喽。有道理。那么我请问你，你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游戏虐菜，有意思吗？菜逼不服散了。哦，原来今天还叫了帮手，难道上次还没打够？子霞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但是每次杀完都要在我尸体上跳舞，是几个意思？我好歹也是你的任课老师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？就是，你打赢了这傻逼，无非是傻逼之王，你打不赢傻逼就傻逼不如，你跟他较劲有意思吗？哼，现在这个社会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不好好学习，顶多是知识不够用，可我要学习了。很明显智商不够用，如果我连怎么安排课余时间你们都要管，就算让我嫁给王老板我也不会开心的。一派胡言，你知道什么叫作死吗？你这穷丑矮矬手残党，也去养猪去吧。放肆。啊，哦，我刚听说三百英雄开电信服进击巨人时，我心里是抗拒的。因为你不能自称是动漫版英雄联盟我就要粉你，第一我要试一下，我不愿意说完的时候你找一些演员上去给我送人头，画面效果光一下很帅啊，很赞啊，很厉害啊，玩家出来一定会打死我，我连儿子都教不好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商，就证明我其实是小学生水平，所以说要先给我试一下撸几局。后来我也证实确实是自己要吃多了，我玩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，感觉被杀得很爽啊。后来我在玩的时候要求他们不要找演员，不要给鸡腿，没有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因为我要让观众看到我玩三百英雄是这个鸟样，你们玩三百英雄也会是这鸟样。景熙，在这儿呢。为什么别人家用这个英雄就能各种神走位，各种超神，各种 double Q triple Q， 而我好不容易等到国庆开了进击巨人，玩起来不像菜鸟就是个逗逼，别人看到我出现在哪一路都要喊发财了，我好像痛苦一场。